如果将现代人出现以来的150,000年比作一小时，那么直到最后一分半钟，人类才开始人工培育用于食用的动植物。自此之后，食物的形式开始急剧演化，关于吃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Will have to find ways of improving its livestock breeds if the demand is to be met. But in fact, 51%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an be attributed to livestock. Greater the changes in climate, the greater effects on food security. 他们发现了已有产业链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全不同甚至颠覆传统的食物生产方式跟概念。作为吃货的我很好奇，未来我们吃到嘴里的食物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这是在2016年轰动一时的科技食物。从外形到口感上，它都跟传统的牛肉汉堡非常相似，只不过它的原料成分全部来自植物。一家开在香港中环的餐厅正在出售这款未来汉堡，在这个亚洲消耗肉类最多的城市，他们希望用人造肉来替代传统的肉。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产品，鸡块也好，这个是蟹饼，还有这个咕噜肉啊。因为我们吃这么多的猪肉、牛肉、鸡肉，现在这一分钟呢，地球就有210个鸡，21头猪，15亿头牛，地球是不能够再负担这么多生命。很多科学家、很多投资人，他们就是看到我们的整个食物链必须要改变。否则的话，将来根本养不了这么多人。对大伟来说，使用人造肉是为了缓解畜牧业带来的环境压力，但对我来说，要接受一种食物，味道还是很关键的，所以我决定尝试一下。它就是有血在渗出来，慢慢的挺像真正的肉。这个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啊，红菜头本身是一个超级食物，它把这个红菜头的颜色放在这个汉堡里面，变成了好像你真的在煮一个真的牛肉、牛排一样。Beyond Meat 研发出了可以将植物蛋白重新排列成类似肌肉纤维结构的技术，使得植物肉的口感无限接近于我们所熟悉的牛肉。感觉科技就在我的眼前。就等一下尝一下喽。好。除了舶来品未来汉堡，他们也推出了由蘑菇、黄豆、豌豆和大米制成的人造猪肉，来迎合亚洲人的口味。因为我看到这里面有一些像白色的，有点像是脂肪还是脆骨的一种。棕榈油抽出来的，好像是猪肉的脂肪一样，但是当然这个健康很多。我也试了试烹制由绿豆制成的人造蛋，它的投资人包括香港首富李嘉诚。它这个熟了之后的质感就是和鸡蛋一模一样的。这些在外形上已经与真肉无限接近的人造肉，能在味觉上也满足吃肉带来的快感吗？那我们一起尝一下。嗯，真的有点想哭，真的有点那种很特别的牛肉里面那种血的味道，太不可思议了。第二代的食物就是这样，啊，我们又没有伤害这个动物生命，对环境的破坏又减到最低，而本身又健康，对自己健康的身体又好，而你的口感、你的享受完全没有半点的缺少。是这样。面对吃饭带来的地球存亡问题 ，Green Common 将植物当作解决方案。而位于上海的食物领域加速器 Beats and Bites 提出了另一种解法，吃虫子。因为目前现在中国代表着全世界20%的人口，但是我们却只有全球不到7%的可耕地，所以未来20年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前提之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那我们怎么样去不再污染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之下，还可以去喂饱每一个人的嘴。那昆虫是理想的食物来源吗？首先，昆虫是不会把它这个病传达到人类身上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一种动物蛋白的来源。那第二，其实人类在吸取这些昆虫蛋白的食物，它的营养方面其实跟我们看到的这些鸡、羊、牛、猪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为什么不去尝试的去接受更安全，然后营养价值一样高，又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的污染的这些蛋白质来源呢？瞄准年轻的消费群体， Beats and Bites 投资了一种由蚕蛹做成的薯片。嗯，闻起来有点油炸的味道，尝起来没有我预想里可能会难以接受的那种气味。 So most of the people when they try for the first time a soup rice, it tastes good. It's not so bad as I imagined. So I think you don't eat insects, so clearly insects will not taste good. So this kind of preconception work in the background of your mind. First try and see if you like the taste, and then you can decide if you want it. 其实昆虫并不是一种新奇的食物，全球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吃昆虫。近年欧美的很多初创公司也开始把蟋蟀能量棒、蟋蟀汉堡等昆虫食物推向主流市场。马西莫请我吃了一顿他在泰国开发的另一种昆虫食物，加入了蟋蟀粉的意大利面。 Wow, insect meals. It is just like normal pasta. It's quite fishy. It's like seafood. Crickets are very similar to shrimps. I don't know why people have nothing against the shrimp, which is also probably a little dirtier, while the cricket is totally clean. 50 years ago, lobster was considered horrible. In the US, 50 years ago, tuna fish was not considered good. This is a different age. So through communication, through media, information,I think you can change food habit in 3 or 4 years. 不管是吃植物还是吃昆虫，都赋予了吃饭更崇高的使命。吃饭似乎也成了一件关乎地球存亡的大事儿。但若饭的创始人邵伟却认为，未来吃饭将变成一件极度简单且量化的事情。若饭自称是浓缩的一日三餐，依据人体每日膳食所需营养表。它以营养素粉末的形式直接供人使用，100左右的水，比较暴力，就是很难描述，有点像泡面刚加水还没有泡开的味道。对，在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一开始呢，是因为我之前从事软件行业，因为太忙，然后就每次。特别羡慕我们家的小狗，我每次喂它喝吃点狗粮，它就好了，就不用再去处理吃饭问题了。我们吃饭也好，其实最终身体需要的只是各种食物里面的营养成分，而不是食物本身嘛。那所以我们的一个理念，这样若饭的一个做法就是把各种营养素混起来。邵伟口中的营养素就是由各种食材制成的粉末，若饭会购入不同的粉末原料进行加工，所以它的。就只有一个加工步骤，那就是混。对对对，混好，然后再分装就可以了，就是按照我每一包的一个量，然后直接包装包好就好。我想的就是未来在食物3.0时代，大家至少能做到，我今天吃的各种营养成分是精确到具体的数字。比如说我们很明确的知道一个人你多少体重，你今天大概吃。50克或者60克蛋白质是比较对你健康是有利的。这样的话，整个食物3.0阶段就是把原有2.0阶段所有各种食物它的本质，就是它的营养这块单独提炼出来。食物的原本形态可能就会消失了，最终只是以营养的形式呈现给人类而已。是这样。我其实挺希望就是自来水一打开，里面流出来的是营养液，就是那个管道。邵伟似乎把吃饭看作是一个需要用高效和精准的方式去完成营养补给的单一目标任务，但吃饭这件事儿在今天似乎依然在经历着客观条件与人类习惯的角力。整个中国的或者是饮食文化是不是说有一个新的产品就能带来改变的？这种食品它所谓的流行或者普及肯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人造肉、昆虫薯片、全餐粉，这三种未来食物都对传统的饮食体系提出了挑战，也都让我看到了未来生活的一种可能。人们的生产方式在变化，获取和烹饪的方式也在变化，但有些东西似乎一直都没有改变。So I think the first reason to eat insects is because they are yummy. You can talk about sustainability to investors, to media, and to government agencies. But
and we are all foodies these days, the people buy food first because of the taste. So if it's not yummy, there will be nothing, that can convince them. 那如果对很多人来说觉得，哎，要把素食变成潮流，这个不是太不可能吗？如果能够把它变成美食，把它变成一个很享受啊。很有话题性的一些食材的话呢，肯定会越来越多人会加入这个绿色的行列。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还不知道。但餐桌前的愉悦，属于过去，属于现在，也属于未来。完成了这次未来食物探索的我，更珍惜现在能吃到的每一口美味了。